溜得太近，你会不好跑了。还讲不听的，你有的要跑完五分钟。哇，你也太努力啊！老板脱队，老板脱队。你有的要撑住哎，不要翻哎，跟着就好，不要翻。不用跟那么近啦，你要。你那一天如果预赛之后就是这样子，要跟着，不要那么近，试着。完吧，我五分钟都不要跑得完了，跑不完的，这么耗油。怎么突然变低了？感觉看太近了啦，你有的稍微拉开一点点。太难啊，你有的再撑一下，才三分半哦。没关，不会啦。才三分半，怎么可能没电？你的油就要缓和一点，不要按很凶了，太侵略性了。这样黏着不会很累吗？这样黏着要很专注嘞。你有的你看。预赛你看这样就很吃亏哦，跟你讲这就是预赛了。保持距离跟着就好了，去学人家的配速。
靠腰耶、欸、你有最后一圈哦，不可以翻哦。老板翻。哎呀。不可能啊，还不到六分钟哎。5:52，我们再了5分钟啊！嘿，有啊，你头迄个有过5分钟啊。啊，你大概是走几点？几点都爱问林长城啊，我无。哎，你当时到五分钟到了。6:30了，超过了，现在6:30了。几千？我8000啊，5:05啊，可是我不知道你跟我有没有差超过5分。没有啦，想太多了。